只要有爱，平常就无所不在。你要乱碰我的，你不能碰我是不是？就不能碰我，每天跟小叶住在一起，我想不喜欢你两个事业。我到底是男人好？不是腐男啦，但是我对男人有兴趣啊。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你是1号还是0号？什么号？